那时耶稣对门徒说，这是我的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着你们一样。为朋友牺牲生命，再没有比这更伟大的爱了。你们如果遵守我给你们的命令，你们就是我的朋友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父那里所听到的一切都已经告诉了你们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委派你们去结果实，结出常存的果实。如此，你们因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会赐给你们。这就是我的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